今天你那这个已经大，已经喜，这是已经盛世。这一次啊，因缘殊胜，我们经过近四个月的这个游戏沟通，终于和这个东林寺的这个弘法团一起这个组成了这一次讲法会的这样一个阵容。我们知道这个文法不容易，所以这个也希望这个大家珍惜这一次的机遇，恭喜我们尊敬的三大夏安大和尚给大家讲经弘法，谢谢。尊敬的慧真大和尚啊，诸位大的比丘，诸位居士同学，很高兴来到上海菩提寺，与我们上海市的四宗弟子共同来探讨净土中一部非常重要的论文，就是天台智者大师啊所撰述的《净土十一论》。我们来先看这个论题，《净土十一论》。这个净土广义上来说啊，可以指称啊十方无量的刹土，诸佛以他因地的悲愿啊庄严的那个啊十宝庄严土，都可以称为净土。但在这个论里面呢，主要是特指阿弥陀佛大悲愿里所庄严的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净土。那么这个净土啊，一般来说啊，我们自信清净心本无垢染呢，就为净。由这个清净的心所流现的依报，就称为土啊。有时候这个土，我们有时候念去生度啊，净度。那么这个净度呢，啊，这个就不仅仅是谈心和净了，它这里包含着这个极乐净土构建的缘起，以及摄受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种行法啊，也就包含着事理性过性相因果啊，就全称为净度法门。在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里面，念佛往生净度的净土法门就称为特别法门了。这个特别法门呢，也是由跟通途教法相比较来得出的一个啊界定。偶益大师曾经有过一个啊判设，就是把这个特别法门与通途教理的比较之后啊，这个得出结论，就是净土法门乃方便中第一方便，了义中无上了义，圆顿中至极圆顿。这三句话非常重要啊。偶益大师啊，是净土宗的第九代祖师了，也是通宗通教的啊大通家。这三句话非常的精要啊，高度的概述。佛的一代十教都可以称为方便法门，念佛往生净土一法乃是一切方便法门当中第一方便，称为下手易而成功高。它就是支持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大家都会念，极为方便，不设条件的方便中第一方便。那诸佛菩萨度化众生有一个啊很
很要注意的科目就是善巧方便。度众生没有方便是无法度的，方便智所以从根本智所流现出来的厚德智、全智啊。那么这个净土法门乃是啊，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从他的根本智所流现的啊，应九法界众生啊根基，从极为善巧方便的厚德智里面所流现的一种方法啊。那这个方法呢，下手易，那它的义理又非常的究竟，乃是了义中无上了义啊。了义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真理啊。那么这净土法门它是无上了义，没有比这个了义更高的了啊。那你说空或者说有啊，它都不究竟啊，唯有谈真空妙有才是大乘的了义啊。那净土法门就包含着真空妙有这两方面啊。一方面它有着第一义谛的空性啊，就是从阿弥陀佛建构净土来说，它是切证诸法的实相，这种空性里面由它的大悲愿力啊，无量劫的积功累德所显现的这个净土庄严啊，这就是它的妙有啊。真空借助愿力的中介产生的妙有，这就称为第一义谛妙境界相。哎，它就是了义中无上了义，圆顿中自己圆顿，自圆自顿里面的方法啊，比如啊这个禅宗啊，比如天台啊，乃至法华经啊、华严经所表达的，都是大乘的圆顿之教。而净土一法乃是圆顿之教的自己圆顿啊。华严经众经之王，含摄大小乘一切经典，然而华严经的结学归根之处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所示现的一生成佛的就近处，也是标格在西方极乐世界。从他的境界上来说啊，净土法门含摄着华严的十玄门，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啊是这样的啊，自简自易又自圆自顿啊，确实是我们众生的啊一个得度的捷径。同时它又建立在佛的啊，全体建立在佛的果觉的这种层面，也就称为一切世间即难信之法。难信它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业力凡夫常常是站在自己的认知层面去看待净土法门，就很难去体会这个净土法门建立的那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及那种大智慧的善巧如何应众生的根基来施舍的啊，这些道理我们很难了解，所以他难信啊。正因为难信，他就有疑惑了啊。这里就谈到十疑了啊，十种疑问。那么这个疑乃是我们众生与生俱来的一种烦恼啊，六种烦恼之一贪嗔痴慢疑啊。在法相中里面谈这个疑呢啊，
就是与心性的真理它性不及，性不及呢，它就这就是有孽障了，烦恼了，分别了，在众生的心意识里面，对这种实相啊，对佛所证的真理，它是很隔膜的啊。于是他这个表现的就忧郁，忧郁不绝。他对于一种实相的佛性的那种超越性的东西有怀疑，当然也就对因果的法则也很难产生信心。当没有信心的时候，以怀疑作为他的心理啊一种背景，当然他也没有去修世间善法乃至处世间善法的动力。所以这个疑呢，又在我们现在的众生身上就有真无疑，怀疑的心越来越强，道德感越来越低下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信心打了很大的折扣啊。在整个知见混乱的时候，大家对这个哪个是正确的哲学宗教，这里面又产生了很多啊竞争性的学派啊。在这竞争性的学派要向权威进行挑战啊，往往把怀疑还作为科学精神之一，他又助长了这种怀疑的啊这种烦恼。当我们的怀疑心很重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待一切都是怀疑的。好，有这个怀疑，你看在世间法当中，你要做一个事，大家都在怀疑的话，这个事情都很难推动啊。人与人之间产生的怀疑的话，他心有个心之间就竖起了 一道冷漠的高墙。好，那对处世间解脱之道产生的怀疑的时候，他就更是没有办法进入。所以在这个佛法当中，他特别强调信心呢、啊这个三十七道品，五根五力，性根摆在第一，性理摆在第一啊。在十一种善法里面啊，性也是摆在第一啊。菩萨道的五十五位修正的阶梯，也是把实性位摆在开始啊。啊，那么实性位在华严是把文殊师利菩萨作为实性位的代表啊。那文殊是代表根本智啊，所以这个具有这个信心乃是一个智慧的表达呀、啊。你有这个智慧才会产生对佛法大乘实相啊这样的一个信心，它就成为妙吉祥啊。啊，所以信心是如佛法之要门啊，佛法大海唯信能入。在通途的大乘佛法都谈这一点，那在特别法门当中，尤其以啊信愿至深名号感通佛力啊，大业往生西方净土，快速证到阿毗跋致圆成佛果的这么一个法门，乃是着佛甚深情处啊这么一个深邃的法门，那就更要强调信心了啊。是全体以阿弥陀佛果德作为我们业力凡夫修行的因心啊，因该果海果测因缘的这个法门，信心是先决前提。所以有信才能生发愿，有愿才会老实念佛，有信愿念佛的这个三支粮必定感通佛地往生净土。这个说起来单刀直入，不拖泥带水，但是要信起来，我们要通过内心重重的迷雾啊难关啊。所以净土法门唯有怀疑是奇才啊，你只要具足信愿称名呢、啊、都是净土所摄受的智机。
所以性为万善之源，疑为重罪之本呢，怀疑才是一切罪的根本呢。怀疑就是我们内心愚痴暗敏的产物啊，它能遮止阿弥陀佛的光明对我们的摄受啊。于是这个智者大师在这列出十种疑问，如果用表法的意义上来说，从这十种能开出无量的疑问，这叫十疑，十种疑问啊。这个论呢，论叫优婆提舍啊，论意的意思就是对问题进行剖析啊，鉴别啊，做出决断啊，这样的意思。这个论是依据经典的啊原理来建立的，论主是随天台智者大师啊。这个智者大师呢是天台宗的祖师的，随着他生活的年代啊，实际上还陈朝隋朝啊都是智者大师啊弘法的两个重要朝代啊。隋朝和陈朝的两朝的皇帝都非常的尊重智者大师啊，把智者大师称为国师一样的对待。智者大师实际上原来叫智疑啊，那现在我们通称的智者大师乃是这个当时的晋王啊，就是杨广，后来是隋炀帝了啊。晋王求受菩萨戒啊，所以是这个杨广给智者大师的一个称号啊，叫智者。智者大师的出身啊，也是具有一点类像的啊。他的母亲姓徐啊，智者大师在俗的名这个姓氏是姓陈啊。他的母亲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啊，斋戒清净的。有一天梦到五彩的这种香烟啊，这个云怀在他的怀抱，当时他就想扶住扶去啊，还就有一种声音出来说，这个五彩的烟云是吉祥之物啊。这个王道啊，能托王道，福德自至，何以要福去呢？啊，这样，这个他的母亲呢，就感觉到体重啊，就是有怀孕的感觉，啊，那这个出生的时候都有放光啊，香烟弥漫的香气弥漫的这个内向。说明他这个来历不凡了啊。18岁时候出家啊，听一个僧人受普门品，听一遍就能背诵，说明他从小根基非常的充盈啊。出家之后这个参学慧思大师啊。慧思大师也是天台宗的祖师，了不起的人物啊，有神通的啊。慧思大师就让他修到普贤道场啊，修道给他讲《释安乐行》，让他诵《法华经》。这个智者大师是在诵《法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的这时候豁然大悟的。亲见灵山一回，俨然未闪。以后就带慧思大师这个讲座以后讲天台奠定天台基的基础，讲法华经的这些。一生智力化他的德业非常浓盛
啊。虽然他在止观啊法华上啊去弘扬，但他对净土法门也是有深切的信心。临命终时欲知实质啊，凡僧预告他啊化缘已毕啊，他就召集门人弟子啊来唱两部经，一部是法华经，一部是无量寿经。啊，唱完之后，他都有个记子来提纲挈领的来概述。其中，他听完了《无量寿经》之后，就有一个赞叹。啊，你看智者大师对这个赞曰，啊，说明他对净土法门的本质的内涵把握得非常准。啊，说啊，四十八愿庄严净土，花池宝树。一往无人，火车象限能改回则，上浮往生，况浮戒定熏修，行道立固，实不唐捐，泛因身相，实不恍人。他听完无量寿经讲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因地法藏菩萨发的四十八大愿，以四十八大愿所引导的无量劫的菩萨大恨来庄严极乐净土，这就谈到极乐世界的那种本源是哪里来的，是从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里面来的，里面有种种的莲花、七宝池、八功德水、七重行树、无量的宝网，那是无尽的庄严。这样好的地方是容易往生，易往，你只要愿意去念阿弥陀佛名号，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去，非常容易往生。但有一个深沉的悲哀，却没有多少人往生，一往无人。为什么没有多少人往生？就是有怀疑，信不及，一往无人了。好，那这个净土法门火车象限，就是临命终时你下地狱的境界现前啊，就是地狱的惩罚的刑具以火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时候那都是犯了忤逆十恶重罪的人要下地狱啊！地狱境界现前，你在这个时候能改悔，能忏悔，你十生乃至一生愿意往生，阿弥陀佛都能接引啊！所以火地狱境界现前你能改悔的尚且能够往生，更何况你平时就有修道啊，持戒、禅定啊，智慧熏修啊，有这个修行的道理的人，那你只要愿意往生的话，哪有不能往生的道理呢？啊，这就有点说恶人尚且能往生，何况善人啊？但这个日本。净土真宗他会另外一种表达，善人都能往生，何况恶人啊啊，这两种表现方法各有他的角度啊，没有啊，但是至少他说恶人尚且能往生，更何况善人，更何况修道人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用他的八种清净梵音所宣说的净土往生一法，处处指挥真实的是没有欺骗我们啊。这是临命终时智者大师啊最后的遗言呢、啊。但是他的门人弟子有个叫智囊比丘啊，就向智他的老师又问一个问题啊：不审何谓莫持而生？啊，就是不知道啊，师父你修行到了哪个位置啊？离开这个世间升到哪个地方去啊？问的这么一个问题
实际上这是个很敏感的问题，一般人不敢问的，是吧？这，智者大师听到这个问题也给予了呵斥，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啊？但是还是很慈悲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啊，说：“物不领众，毕竟六根，唯他神级，只是无品位耳。汝问何身者？物足师游，四从观音，皆来迎我。”好，这几句话对我们后世的修道人有极大的这种恩典在里面。智者大师说，我如果不领众修行，我一定能证到六根清净位。六根清净位在天台的六级符当中属于相似级符。相似级位呢，就是能够断见识惑。但是由于领众过早，为他神级，就是为了众生的修道啊，包括智者大师还修了36种誓愿了，为了度众生啊，耽误了自己的道业，神级就耽误自己道业，只是五品位啊。原教五品弟子位相当于天台的啊六级佛当中的观心级佛位。观心级就等于是扶住了见识惑，但是没有断，只是扶住没有断见识惑，那还是以凡夫的身份自居的，还是凡夫啊。那我离开这个世间到哪去呢？我以前的师友啊，师包括慧师大师啊，慧狂律师啊，都是他的师，还有那些同参道友，都跟着观世音菩萨一起来接引我了。那观世音菩萨大家知道，他就在西方极乐世界嘛，那智者大师肯定就去了西方极乐世界了啊。这有点类似于啊慧远大师啊，他临命终时啊，这个那些原来的师友也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啊慧远大师。那这个当时像啊佛陀巴多罗啊还有这个啊刘一明呢 啊这些人都还说大师你发愿比我们早，为什么还比我们要晚来呀？啊就这样，就是这些原来的师友都会协同阿弥陀佛或者观世音菩萨一起来接他。所以你看这个智者大师在这段话里面，首先是谈到他临终侍卫。智者大师是何等的水平，他都说自己只是五品位，观心即佛，还是一个凡夫。所以这就避免了后世人以凡滥圣的这么一个弊端，同时他为天台学人示现那个榜样，他赞叹净土，一往情深的求生极乐世界。所以后世的天台中的学人都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第三，看看这部论啊的这种地位，在净土中的啊典籍当中作论的也有很多了啊，但净土十一论历来被称为一切论的啊冠首啊，很为净土学人所重视。称为冠首呢，有三个原因。第一，就是这个智者大师他的修证的功夫在教内称为释迦后生，后释迦呀，是一个圣人。称为后释迦，其中有一个论据就是说
释迦牟尼佛在开菩提树下即将悟证无上正等正觉的时候，遇到的最后一个难关就是魔镜现前，百万魔君现前。那么智者大师当年在天台华顶峰行头陀行这个精进修道的时候，在半夜的时候也遇到相似的情景大风猛吹雷霆大作这个魑魅魍魉种种的魔镜现前变怪万端强魔软魔种种的形态出现智者大师在这种魔镜现前之后安住极静观照空性很快到天亮的时候这魔镜消失，当下有一个凡身来赞叹他的这种功夫境界所以你看一个修道人能够遇到这样的障碍能够突破在中途教队认为唯有天台智者大师一人，所以就把他称为后释迦。这第一个原因，人是圣人故，所以他的立论就有他的权威性第二呢，是由于这部论所著作的时间早，在沉水之际跟慧远大师隔的时间并不长，大概也就是100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上也在先。在智者大师一生的行验当中，他也对庐山东林寺一往情深。当他在湖北湖南一带的时候，有一天做个梦，也梦见一个凡身告诉他去守护陶侃内相，他做过这个梦。陶侃内相这是一个公案呢，就是陶侃当年做广州刺史的时候，海底有放光，最后让渔民去打捞，结果打捞了一尊这个文殊菩萨的金像金文殊，而且标明是阿育王所制的以后陶侃呢又到湖北去做官这就把金文殊呢带到了湖北的韩溪寺。有一次韩溪寺发火，所有的殿堂都烧了，唯有金文殊这个殿堂有龙守护就没毁坏。于是陶侃就很重视这个金文殊了，由是又转为这个其他地方做官，他就想把这个又带走，结果在江里面的时候沉到江底去了。陶侃找了很多人打捞，一点消息都没有那最后是慧远大师以他的至诚心祈祷，这个金文殊竟然从江底出来了慧远大师就把他迎到了东林寺所以原来东林寺有一个文殊阁。那么这个智者大师听到这个梦境之后，他就专门来到庐山东林寺了那时候陶侃的那个金文殊还供在那个地方。智者大师在住的时候，那时候也是战乱，周边包括九江浔阳地区那时候很多寺院被毁了，唯有东林寺安然无恙还有一段这样的一个经历。好，第三个就是这个十一论，这个十个问答，它是
概述了那个时代教内对净土法门的一切疑问，具有那个时代的一些背景。当然随着以后的时代的变迁，后来的人对净土法门的疑问那就越来越多啊。虽然越来越多，但是他这个十个疑问是把那个最核心的那种怀疑把它概述出来了，于是对后来的那种分化性的那种疑问又从这个纲领性的这个回答里面可以给出啊这个更啊细微的那种应对。所以这个十个问答就能统摄净土的一切疑问，能够把净土法门的核心纲中给它彰显出来啊。所以断一切疑啊，生清净的信心啊，这个功能作用甚大啊。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部论在净土法门的诸多的论当中官为啊首位。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啊杨洁的序，这个净土十一论有个序。首先来看宋无为子杨洁述。这个杨洁是北宋时代人啊，安徽人，称为杨次公啊，字号无为子。杨洁呢，他是啊少年登科，就是你年纪很轻的时候就考上进士。宋代的知识分子一般对佛教都很好要，所以杨洁早年是好要禅宗啊，参天一一怀禅师。有一天在泰山看到太阳东起的时候，像托盘一样升起的时候，豁然大悟，蒙一怀禅师应可。后来是他母亲啊去世，丁忧三年啊，在家里阅大藏经的时候，读到净土的经典产生信心，于是就禅净上修啊。这也代表着宋代的一个文化的一种趋向。宋代自赵匡胤以来他都是有三教合流的趋势，儒道是三家合流的趋势啊，在教内有禅净合流的趋势啊，这些在这些士大夫阶层表现得尤其的突出。杨洁他也做过高官了，杨洁的参禅有悟，净土又有信心，所以对当时的啊文人士大夫影响甚大。那通过这个序，我们也能够啊推测到这个智者大师的在隋朝写的这部论，经过六七百年，到了北宋期间还在广为流通，这是由流通净土十一论刻版啊，这个杨洁做的一个序。以杨洁的这样的影响力啊，来推动净土十一论在教内外的啊流通。杨洁呢本人他临命终时呢也是很有很有把握啊，你通过他临终说的一个偈表明他还是成就往生了啊。这个偈讲啊，偈曰啊，生亦无可恋，死亦无可舍，太虚空中知夫者也，
将错就错，西方极乐。啊，你看前面他有中门下的那种境界，身知道是虚幻的，没有留恋的必要。死，身是虚幻的，死当然也是不真实的，啊，也是空的，也没有什么可以舍的。啊，太虚空中知乎者也，啊，这个一切啊都是啊幻化。虽然是幻化，但要将错就错。啊，在中门下它是剥离一层的，不见你反胜的。所以你要说有一个啊求生净土的概念，它就有一个取舍。这个取舍在中门下是不许可的，啊，不许可就算它是错吧，啊，将错将这个错就这个错，将错就错，西方极乐。由于我们在这个世间，虽然说取舍都归为了这个啊平等的自信，但是我们众生的这种心意识一定离不开这样的取舍。所以将错就错，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会切证到无取无舍的那样的本性啊。所以他将错就错西方极乐，说明他往生极乐世界的愿心还是很坚固的啊。于是跟苏东坡就有所不同了。苏东坡他也是禅宗很好要，很有一点境界啊，对净土法门曾经也啊写过《西方净土辩》啊，来有一点对净土的啊信向。但是临命终时呢，哎，这个门人弟子都劝他念佛，包括净山长老过来叫他念佛，然后苏东坡就说：“净土不无。”啊，就是西方净土是有，啊，直指自己心，但这里着不上力，啊，就是正念很难保持，这里着不上力。你说这里着不上力，啊，也情有可原，说明功夫不到。但是他还补了一句话：着力即差，啊，又把中门的这个东西用上了，着力即差。说完这句话，他就断气了。说明苏东坡他没有解决往生的问题啊，但杨杰哎成功了啊。所以当时有个宋代的金王夫人，她在一个梦境当中神识到极乐净土，就见到了杨杰在西方极乐世界莲花中的这种情景啊。好，那么我们啊做这种介绍呢，啊，是让我们感觉到一种亲切感。杨杰现在已经是极乐世界的菩萨了啊，他所做的这个序呢，啊，还是啊很有啊净土的啊正确的法义啊，甚至有些话都成为我们净土中的一些经典啊。你比如他的第一句话：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依不生极乐，这两句话成为经典了。生在娑婆世界我们怎么来的？我们有情爱呀，情爱的烦恼不重的话，我们就不会生在娑婆世界的这个欲界。在这样的轮回的过程当中啊，神识脱离开身体，在这种中阴身阶段，他带着那种很重的淫欲的烦恼啊，见到父母的这种交合的这种情形，他有一种自居啊，他就啊借着父母吃白二弟来啊神识投在里面，就堕胎了。
他从他的第一念就是一种淫欲的境界。所以我们这个是欲界众生最重的烦恼，就是淫欲情爱。只要来到这个世间的众生都是情爱很重的众生啊，那情爱又是三界轮回的最重的枷锁。所以我们要生惭愧心了。为什么我们这世间修道很难成功啊？你首先淫欲的行为、淫欲的心你就断不了啊！啊，所以要知道我们的病根啊，贪爱很重，生的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啊，苦海无边。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第二句就提出了药方：念不异不生极乐。我们要离开娑婆的秽土，到达极乐的净土，一定要念头专一。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支持名号？支持名号就是使我们的念头清净，念头专一，在我们阿赖耶识里面熏习一颗敬业的种子。这个敬业的种子力量超过贪爱的力量，所以娑婆世界的贪爱的心轻，我们念佛的力量才重。念佛不能得力，贪爱的心就会占主导，这两者是磁场比消的关系，不能同时并立的。那要在这个基点上使我们的念专一，使我们娑婆世界的情爱的心给它清淡下来，是要建立信愿的心态的。那信愿的心态是要通过两土的比较里面产生出来的啊。所以下面谈到娑婆世界的本质特点是秽土，污秽的国土啊，极乐世界是清净的刹土啊。首先要建立这么一个比较，秽土和净土的比较。极乐世界是黄金为地，我们这个世界是沙砾、土石、坑坎啊、丘陵啊。娑婆世界的寿命有限，有限量啊，这个世界最长的也无非就是100岁了啊。上海人的福报大啊，说上海的女人现在平均寿命到了84、85岁了啊，在全国可能都占为首位了啊。虽然是福报大点，也就是80、90岁嘛，还是有限嘛啊。那西方极乐世界是寿命，那是无量阿僧祇劫啊。啊，是无量寿王啊。好，第三比较，这娑婆世界具有着种种的苦难啊，三苦、八苦、108苦、84000苦，乃至恒河沙的苦。因为我们的众生的烦恼业力很多，所以他自然感召着无量的苦报。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五阴炽盛、怨憎会啊，这些说起来我们都是八苦交煎，苦不堪言啊。这是我们每一个娑婆世界的众生每天啊都亲身感受到的。而极乐世界安乐安泰，无有众苦，但受极乐。我们这世间的也有点乐，但是乐是相对于苦来比较产生出来的。你有苦乐的对待，你的乐本质上也还是苦。极乐世界
苦乐的对待没有，超越的苦待绝待，所以他的乐是纯粹的，不会转化的。超越的苦乐对待的那种纯一的乐就叫极乐啊，这就是阿弥陀经直接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这个道理啊，这是苦乐的比较。第四个比较就是从了生脱死的角度来看，在娑婆世界众生随着你善恶业来轮转，六道里面三善道是我们的善业所感，三恶道是我们的恶业所感啊，我们举行动念行为造作离不开善恶无忌三业，只要落在这个三业里面，我们一定出不了三界，所以这个生死是无休止的。而生命当中最大的苦就是生死之大患呢、但到了极乐世界，你只要往生，你就能得到阿毗跋致，你就永远证到无生法忍。无生，既能无生就无灭，就离开生死了啊，我们清净的心安立在无生无灭的法上，那就不是轮回的世间法，而是出世间的超越的清净的那种法性了，永断轮回了。好，你真的无生法忍，我们本具的如来藏性全体彰显，我们的神通智慧善巧辩才哎也全都现前啊，有这种福德智慧，你想发愿到他方世界去度众生，你可以念头一动就能去分身善引啊，你证得无生法忍，那梦中的那个造的业力对你就不产生作用了啊，他就得自在了，心能转物即同如来了，自性本空了，就不受业力的系缚，得大自在大自由了啊，所以极乐往生是这样的情况。而在我们的世界，业力对我们有很大的捆绑，我们不得自由啊，所以这种娑婆世界的污秽和极乐世界的清净啊，娑婆世界和极乐世界的寿命的长短，娑婆世界和极乐世界苦乐的差异啊，娑婆世界的这个生死轮回和极乐世界永断轮回，这些样的鲜明的对比呀啊，这种差别是非常明晰的摆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这些众生却是被无明烦恼所笼罩，对这些事情一概不知道，一概不产生信心，没有通过两头的比较，我们的厌离娑婆的心很难出来，没有对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有一种贴近生命的认知，我们的心求自信也很难起来。你厌离娑婆的心出不来，心求极乐世界的心出不来，那你绝对就不能往生，你也没有念佛的动力。不能往生，也就在三界六道无休止的轮回，遭受种种剧烈的痛苦，这在佛的眼里悲悯不已呀、可怜悯之呀、可不哀哉。这是从医报的去进行比较了啊。那么进一步杨洁居士啊，要让我们对良土世尊的恩德啊，以及他一代十教的苦口婆心的教诲，这样的佛心要加以理解啊。先要了解阿弥陀佛是谁，
阿弥陀佛是西方净土摄受九法界众生的教主，是我们的大慈悲父，是我们念佛行人的本尊。我们念佛的目的就是到阿弥陀佛那去见阿弥陀佛，所以我们一定要对阿弥陀佛要认识的清楚啊。那么释迦牟尼佛他是什么？也是以他的大悲愿力到这个三界的苦难的地方，示现八相成道，难行能行，难忍能忍，来引导我们前往极乐净土的导师啊。那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是帮助两土佛来宣扬啊净土法门。